消情，又怪你的红色，就是我对你伤害自在最大的保护。啊，拍摄，把你擦起来啊！啊，无啦，哦，本来哦，就应该起来啊。你的身体都有较好，今麦无代志啊？哎，就好了。啊，我要去上班啦。啊，我去穿早顿啊，干要食了再去上班。我就是买哦，陪你食早顿的。不过今仔日哦，有一个足重要的会议要开啦，我爱赶去公司。好啦，你工课较要紧。啊，你爱加注意身体哦，毕竟哦。你有心的这段时间，风险较悬，若是有发生什么代志哦，随时跟我讲，吼。嗯。我先来。回电话厂里。你先去保养啦，叫我来处理就好。巴乐，你这只狐狸精，你莫干那会晓看图说故事好不好？我拢前摆才看到的，孤男寡女，你搁是要硬拗？你俩真所有人都跟你同款哦，是你跟我讲夫人伤害主宰，我才跟会长又来阮家饮酒，饮到过暝。我的目的是要保护夫人，让伊心内艰苦。假使嘞，你对会长真正无其他的想法？姐姐，我少年妹妹呢。我若是真正要遇怪会长，敢轮得着你？你想我是卖骗我？要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爽。你放心，我的心内自头到尾，敢若住在一个人尔。除了这件代志，我阁有一个秘密要甲你讲。笑啊你！对，我起笑，我是小查某，所以你上好莫凊彩抓我，莫甲我大细声。要若无我这个小查某会做出什么代志，我家己嘛不知影。是讲哦，咱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伤害会长夫人啊，咱算是家己人，不应该冤家啊。所以，你爱甲夫人顾条条。莫让伊有机会伤害自在。若是伊有啥物动作，你爱马上通知我。好，你是上好用拄只家话迄种气势来甲会长夫人假死死。我相信咱一定合作愉快。我要好好利用蒋明月这只哈巴狗。把夫人交掉，我伊无机会会当伤害主宰。虽然方安乐是一粒无定时的炸弹，啊，不过我拄仔好会当利用伊的笑来对付萧晴，上好是互伊同归于尽。